我早年在台湾，有一年过年，有一位老居士，过年的时候来看我，也是那时候我们华藏图书馆的老信徒，他来告诉我，这是法师，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呐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。他念佛的功夫很好，身子放不下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想成是你的孙子，你就成功了。他并没有念的孙子，孙子没有念的，他心里都真有孙子，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影子，阿弥陀佛挂在口上。里头心里是孙子，所以我教他个方法，换一换，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，我说你就成功了。心上真正有啊，那叫做念佛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大势至菩萨说的。我们如果是一心一意就想极乐世界，就想往生，这不往生麻烦可大了，不往生就得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。这六道里面东西是不再去沾染它了，你心就定了。什么都不想，每一天三餐饭吃饱就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讲究，能吃饱就够了，衣服能够御寒行了，有个小地方可以睡觉就够了，还要什么？你就知足了，知足就常乐了，心里面没有一丝毫负担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你是多自在。心里头真有福。这样的功夫，快则一年，慢顶多三年。你念佛三昧就得到。念佛三昧什么？清净心，无量就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里头清净，你得到了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再生烦恼了。什么时候往生呢？在这个境界里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你这一想，阿弥陀佛就来了。有寿命，寿命不要了。现在就去行不行？行。你的信息送到阿弥陀佛去，只要你一起念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他就来接引。没有这个功夫不行，怎么想也想不来呀！为什么想不来？你是妄想，佛不来。你对这个世界拉拉杂杂的还没放下，真放得下，随时可以去。这个世界这么苦，受这么多年苦，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离苦了，离苦得乐。为什么不干？
是在讲贪生怕死。啊，如果有个念佛堂在这开的，告诉大家，我到我这儿念佛七天肯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敢来？不敢来了。那天天这求往生啊，七天准定往生，这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。假的不是真的嘛？那口是心非嘛？所以这是我们明了之后的真感啊，这道理统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确实不离佛法而行是法，是法佛法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心里的佛号不见得啊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，但是不要紧啊，世尊明白地告诉我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圆证四土这种殊胜的果德到哪里求啊？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有，其他的没有啊。所以遇到这个法门多难得多不容易啊！遇到了不肯干，当面错过这个罪很重啊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。你也往生成佛了，你的家人都得度了，无论他在哪一道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，他有苦有难你就能帮助他啊，他跟你有缘吗？所以他有感你就有应啊，他在受苦受难希望有人帮助他，那就是感啊，你跟他有缘，你立刻就这个信息就得到了啊，你真的能帮助他啊，不废佛事法了而正佛法，不废跟不离是一个意思啊，这事法是什么？给诸位说，《弟子规》事法，《感应篇》事法，《十善业》也是事法。啊，你看看这三样东西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自己工作当中，用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，是法了，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心里面是阿弥陀佛这就成功了啊！这些事法不但没障碍你，你在那个地方累积功德了，到极乐世界提升自己的品位啊！你做了多少好事，在社会上做很好的榜样啊！你那个清净心人家看不到啊，可是你这个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，人家看到啊，改变今天社会风气需要这个
啊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。啊，他对于这个子孙多么爱护啊，无比的深恩大德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子孙不孝啊，不能体会祖宗的爱。啊，把他们的教诲丢在一边。啊，还说他过时了。啊，这样的心态，你说能不遭报应吗？啊，我们真是难得了，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年龄遇到了，才觉悟，才明白了。啊，赶紧回头，认真来学习。啊，自利利他，啊，利他就是自利。你自己不认真学习，你没办法利他。自己真学，真得到好处了，别人看到了，他就来学习。啊，表现得好啊！啊，我记得我们早年在美国住。啊，附近的邻居都是美国人。啊，我住的一栋小房子跟韩馆长是对门。啊，这些邻居对我们很羡慕。啊，有一天早晨我们出去散步，外面是公园。啊，我们邻居看到我的时候，啊，他给我们讲，他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是那么快快乐乐的，啊，都是满面笑容。他说：“你们是做哪一个行业的？为什么这么快乐？”啊，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是念佛的。这什么叫念佛？这机会教育来了吗？啊，念佛学的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就告诉他，念佛学的是智慧。哦，他听了这个要，他也想学。我说第二个长寿，第三个快乐，这我们要啊。他们都是些基督徒啊，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。啊，那我就劝告他，星期六到我们佛堂来，哎，学智慧，学长寿，学快乐。星期天你们上教堂，啊，不违背。啊，你们那里有神，我们这有老师。佛是我们老师的，不是神。啊，真的，以后人慢慢就多了，附近都来了。哎，啊，所以他是先看了好几个月，啊，才来跟我们接近。啊，慢慢的时候他就懂了，啊，所以我说信仰宗教跟学佛不冲突，啊，我说那个你们信仰宗教，神是你们的父吗？啊，你们是父子关系，主仆的关系。啊，你到我们这来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，你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怎么会冲突呢？啊，他们听了很高兴，啊，不冲突。